他们现在哦，都是想要跟赖清德邀功，罢免只有简单，很简单，当成他们作为他们政治路铺路的下一步盘算。一个林右昌要想选二零二六新北市长，一个许志杰二零二六想选高雄市长，很简单明显嘛，啊，一个两个都要提罢免，两个都想提罢免，都想提报复性罢免，目的很简单。 就是好不好？想要跟赖清德来邀功哦、啊，不需要讨论任何个人。现在民进党最重要的是如何在行政国会运作顺畅，拿出执政的成绩，而非进行政治算计。他说他他说现在不要有任何的政治算计啊，提名的部分有党内机制，你相信吗？对不对？你罢免谢国兰不是满满的政治算计吗？你不要骗人了好不好？你讲这句话。 你都不觉得丢脸，你都不觉得害臊哎！我们这个林佑昌哦、喔，我说啊，他真的是哦，恶心嘛，恶烂嘛。那你说，除了他之外，那许志杰刚刚才喊罢免，这两个人到底目的是什么？我跟各位讲啊，他们现在哦、喔，都是想要跟赖清德邀功，罢免只有简單很简单，当成他们作为他们政治路铺路的下一步盘算。 一个林佑昌要想选二零二六新北市长，一个许志杰二零二六想选高雄市长，很简单明显嘛，一个两个都要提罢免，两个都想提罢免，都想提报复性罢免，目的很简单，就是好不好？想要跟赖清德来邀功啊？那很多人讲啊，我们的林佑昌哦，基隆罢免案都输了，你都没有戏了，你还要搞什么吗？ 哎、欸，就你说，哎、欸，连而且这也是你连基隆市民都不愿意回去服务了，对不对？你把基隆市民当草在看，对不对？你想要拔草测风向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没有人想给你拔啦，好不好？如果你真的干这么好的话，你你那时候接胶棒也不会成功了。不要以为你你做的这些事情没有人翻出来，而且我认真讲，还是要跟谢国梁讲一下，跟谢国梁市长喊话哦。 这个东岸商场的这个争议哦，我认为哦，该捍卫还是要持续捍卫立场。再来是先前林佑昌基隆市府的，当时跟大日公司这之间的利益纠葛，是不是还没有被挖挖出来、被挖掘的？我觉得这个真相哦，应该要还给基隆市民。哦，大日公司跟前朝林佑昌市府到底之间有没有相关的？ 利益纠葛在这其中啊，如果有的话，麻烦调查清楚，好吗？调查清楚。好，前主播我也要听生日快乐歌。你今天生日吗？赖清德想要林又昌选新北，选新北可以啊，不会上啊，对啊，就是不会上而已嘛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怎么了吗？好，加油哦。毕竟苏系跟英比较好，好，所以嘛，我就讲嘛，既然王一德这样讲。 代表这是什么嘛？民进党还是充满着派系嘛？民进党就只有赖系跟非赖系啊，既、哦、然赖系说了算，所以林又昌还是可以选，可以啊，搭石不会投他而已嘛，啊、哦，这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你会去选一个对不对？连基隆交棒都会失败的林又昌吗？我不会去选他，好不好？那大家自有公断啊、哦。接下来，那我们就讲嘛。 既然林佑昌是满满的政治盘算，那他到底想打什么牌啊？今天就这个有人问他说：“那你接下来这个基隆市长罢免这一仗失败了，你会选新北市长吗？”啊，结果我们林佑昌哦、啊，讲话不知道是艺术，还是那边左闪右闪，还是对自己没自信，还是觉得新北这一仗呢啊，就是他的了。所以呢，讲话模棱两可。 一般人看也看不懂，你到底想讲什么？你可不可以直白一点？要选就选啊！直球对决啦！不要每天被躲在键这个啦，不要每天都躲在键盘后面当那个键盘侠啦，你有种就出来讲嘛！我林佑昌，好不好？我要选新北市长，这句很难讲吗？每一个都讲说鸭子划水，要划多久啦？」对不对？越划越回去。 你知道他讲什么吗？李友彰讲回，先回新北市长这里他说，民进党是一个很有制度的政党。有关二零二六的提名，民进党会依照相关的机制来进行，各啊负责任在各个选区提出最适当、最强的人选。好再来是人家问他说，那你到底有没有排除选新北市长这一件事情？他讲说。 哦，不需要讨论任何个人。现在民进党最重要的是如何在行政、国会运作顺畅，拿出执政的成绩，而非进行政治算计。提名部分有党内机制，时间到了就会依照相关的程序来进行。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啊！靠，笑死我了。他说他他说现在不要有任何的政治算计啊，提名的部分有党内机制，你相信吗？ 对不对？你罢免谢国梁不是满满的政治算计吗？你提罢免谢国梁这件事情，不是想要跟赖清德邀功，让你顺顺利利的出现去选二零二六新北市长吗？你不要骗人了好不好？你讲这句话，你都不觉得丢脸，都不觉得害臊？哎，我真的快吐了，各位。啊、我们的高山话友说可怜啊，民进党多戏，龙游旭说讲屁话。 棒球盖木说：“棒打出头鸟，真的是棒打出头鸟啊，对不对？你当初如果你没有跳出来，我就问你各位，回去看看林林又昌说他没有介入，没有对于相关的提名、相关的选举，没有任何的政治算计的话，好，拜托各位帮我翻一下林又昌，这不要讲半年了，过去这三个月以来，他在脸书发了多少篇文章？” 去讲谢国人的不是，去讲国民党的不是，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不在不要删文嘛，你现在删文已经来不及了，好不好？大家去看看过去三个月林又商做了些什么事情。那再还是讲嘛，林又商选新北到底还有没有戏？我觉得刚上那个我们那个那个一德就有讲到一个重点，他说苏系在新北很强，对，苏系确实在新北很强，但是唯一你可以去瞧。 把书毅敲掉的人只有一个叫赖清德，所以林佑昌想方设法的，就是想要在盖清德前面建功嘛。如果建立了功之后，我们就来论功行赏嘛。啊，赖清德可以帮我排除苏系、苏贞昌、苏小慧的障碍嘛？苏系就算在新北再强，我不好意思跟各位讲啊，好不好？二零二二年还二零二零一八。 二零一八年，对不对？二零一八年苏贞昌去选新北市长，还不是苏侯友谊，对不对？苏系有多强，对吧对？如果民进党搞到最后啊，派系又分裂了，请问一下还有多强？对不对？还有多强？你还能多强？好吧好，时代背景不同了。但是我就讲嘛，现在哦，我觉得如果以林佑昌来讲啊，对于新北而言哦，我觉得他必须得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了。 如果苏巧慧跟他一比较起来，其实对于林佑昌而言，他其实是基本上没什么太大胜算的。各位，我必须要跟你讲清楚这件事情哦，因为其实不管苏巧慧在新北的耕耘，哦，以及他地方势力的经营，还有他苏贞昌爸爸的背景之下，你说林佑昌要用他党秘书长跟民进党赖清德合体把苏巧慧搓掉，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所以，我就接下来好不好？ 民进党内的派系之间的交锋才是好戏，但我就讲嘛，这个事情进入到那个程、这个那个阶段之前，啊，势必啊林那,那个林又商就想要做点什么嘛，啊，不然人家讲说他是最安静的秘书长，我才不相信呢、欸，对不对？当一个民进党秘书长，你说你没有介入机动罢免，你相信吗？完全不相信，好不好？ 好啊，这个有没有扳手会擦吗？只有这个人跟他聊天，各位回馈能让其他人知道。没有啦，我们的住海边如果可以的话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，我们的住海边骑手，你看到他的那个大头照，我们就知道他非常喜欢哆啦 A 梦，好不好？那、啊、我们给哆啦 A 梦刷一个赞，好不好？刷一排赞，哆啦 A 梦真赞赞，就勾职耶，可爱。<laughs> 好，高我有说在骗啊，这种人到底要选虾米挖沟？敢做敢当的有谁来想一下？ OK，已经开始布局了。对啊，苏巧慧用主委名抓新北市党部主委，各位，所以我讲嘛，林又昌你要选哦，新北哦，麻烦啊。你竟然哦，这个谢国良这个案子这个 case 你失败了，你就乖乖闭嘴好不好？不要想要在赖清德的面前还想要建什么功，太恶心了，你已经被人家看破手脚了。那当然了、啊。 你说除了这个林佑昌哦有问题，还有谁有问题？来给各位看一下。我相信很多在这个高雄的好朋友们哦，因为我前阵去高雄看这个 Bruno Mars 的那个演唱会嘛。那当然啦，我到了这个高雄的市区哦，这个艳阳高照。除此之外哦，一定要看到就是呃，我记得好像在高雄的市区已经我有看到有非常多面上涨的这个看板。 这个 AI 首都 Tech 高手，Sean, 好不好？陈菊子弟兵少金刚立为许志杰。那我们的这个陈奇迈呢？哦，我们的市长就在旁边跟他一起回挂看板嘛。他旁边写什么？他是我同学。好，简单来讲，他们就是雄中的同班同学啊、哦。所以其实很明显嘛。 许志杰他这个企图想要更上层楼，选二零二六高雄市长这件事情是非常的笃定的，也非常的好不好？也非常的想想清楚了啊！我就是要更上层楼，我就是要往上攀登，好，这就是我许志杰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各位，我就讲嘛，哪一个人，不管是许志杰也好，林佑昌也好。 你们哪一个人现在做的事情不是政治盘算，不是为了你将来的政治路在铺路，对不对？林又昌打基隆，为了选新北市长；苏许志杰，对不对？提要罢免九席国民党立委，是为了什么？也是要选高雄市长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知道高雄市长嘛，前阵子大家有份民调，大家也有看到嘛。民进党到现在哦，从邱意莹、林黛化赖瑞荣，还有许志杰本人。 有四个立委加上前劳动部长许明春，总共五个人都想要选高雄市长，因为陈其迈好不好？准备要交棒了，陈其迈准备要交棒给他们了。那个问题是好笑的事情是什么？这五个人哎、欸，说真的，怎么比？啊，明前阵子有份民调嘛，怎么比都输谁？都输国民党要派的柯志恩。 那代表了什么？代表没有一个人是个咖嘛？所以也就是说什么？打到最后，哎、欸，连那个黄贼啊，黄杰，因为是这个陈其迈引荐他加入民进党嘛，连黄杰都被点名，就只代表说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民进党现在包含许志杰也好、邱莹、林黛化赖瑞荣，甚至是前劳动部长许明春，这五个人都不够强。 不然为什么要把黄贼黄杰这个人点出来？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打赢嘛，所以就讲嘛，明早上在不够急吗？那你说嘛，这些人都可以提说要罢免了、啊，要干嘛？哎，我真的很好笑，很想讲各位，许志杰他做了想讲这个罢免九席立委，更好有救吗？ 你不要急病，你要不要病急乱投医，好不好？你原本想要在赖清德面前建功，你想要拼出线，结果你病急乱投医，你搞到最后，我跟你讲，这两天我跟你讲，国民党一定毛起来反攻徐志杰，就这么简单啊！报复性罢免这件事情是完全不被允许的，为什么？劳民又伤财。 没有人想到，哎、欸，我睁开眼睛，每天都要选举；睁开眼睛又要选举，睁开眼睛又要选举，是这样。国家正常的进步啊，国家更上层楼都不用关注了啊！每一天都想着怎么样去罢免人，每天都想着怎么样去为了铺我的政治路。你们这些脑袋到底里面都装些什么啊？你们可不可以做一点，对不对？积极对地方有贡献、有建设的一些想法。你们有这些事情，选民投你是自然而然的嘛？ 对不对？你你你完全你每天只想要暴富，你每天只想要搞这些罢免，你到底脑子到底装些什么？有用吗？完全没用啊！没有人会觉得你们好棒棒好吗？对不对？徐志杰不会因为这样子你就成功出现，你就可以顺利的拿到这个二零二六高雄市长民进党的参入选门票，不会好吗？各位不要想的这么简单，因为我跟各位讲。 你说刚刚我讲那五个人哦，哦，还有黄贼啦，那除此之外还有谁？各位，总统府的秘书长还有一个人，各位可能忘记，叫潘孟安，啊，对不对？潘孟安，各位潘孟安，潘孟安也有可能选高雄啊，那你们会不会假定弄破瓦对不对？ 你抛说你你许志杰抛出献策嘛，啊，急着邀功嘛，跟赖清德讲说，呃，我我想要选高雄市长哦，我决定用我的一己之力，我可以成功罢免九席立委，你会不会想太多了？你的政治能量，你的领袖魅力没有大到这种程度啦，好不好？民进党不是捏花呀，所以我就讲嘛，你们这些人哦，献策可以，但是不要搞错事情，搞到最后。 假 k 弄破坏，很难看，你知道吗？惹得自己一身伤。哇！台中罢免蓝尾口号，敲锣断剑废翔。对啊，我刚刚讲啊，我刚刚有讲啊，我刚刚有讲了一的这个罗廷伟，对不对？黄建豪、廖伟翔，现在台中的基层民进党已经开始在发动罢免的。所以嘛，顾良可能国民党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还要顾罗。 顾建、顾翔，够了没啊？民进党，够了，够了，真的够了，好吧，够了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看一下留言。哇西 Joy 也叫 Joy 哦，跑跳主播粉说：请保重身体哟、哦，感谢感谢哦。高山望远在骗啊，好好那个王一德说：给先哦。然后再来是，现在苏小慧用主委的名义到处跑，没有错哦。 栩栩如生，进赞赞赞！感谢感谢，OK AI 首都问号 AI 嘞，前前的冠军哦。不然我们约下徐志伟委员来访问，好了，大家觉得嘞？许志杰对媒体蛮好的，对，确实，这确实，我之前在跑线的时候，学徐许志杰委员真的是相关的回应是来者不拒啦。但是我还是要讲啊，就是我觉得来者不拒是一回事，对媒体友善也是一回事。但是我觉得其实他抛出要罢免国民党九席立委这件事情。 我完全是觉得非常不智的一个行为，好吧好？我也没有办法接受。我认真跟各位讲。好，我们这个刚刚哦，有跳出一个这个投票了啊、哦，总共投了七十五票。我们的这个小编有开了一个二零二六林又昌选新北市长，你们能接受吗？问号哦，否的有总共七十五票，投否的人有百分之九十五，是的人有百分之五。 我代表说，要林佑昌梦该醒了啊！就算你选新北市长，新北市民可能也不见得会买单。Hello，大家好，感谢您收看我们中天二台用心制播的节目。喜欢的话呢，也请给我们点鼓励，帮我们按下订阅、加分享。 并可以持续的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同一个时间哦，继续的来收看我们精心制作的节目。那现在呢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非常喜欢用的产品哦，那就是中天保养品牌 K S 所推出的最新产品 K S 抗光清爽。 高防晒凝露，它的成分哦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，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皂角植萃，能防御环境里的三 C 产品以及各种光源对于我们肌肤所造成的各种伤害。 还添加了黄金海藻成分，帮助我们的肌肤哦持续的活化，继续的维持年轻。而这是 K S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呢，不论是在你出门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出去游玩到海边，绝对都是非常必备的一项利器。三百六十五天呢，天天抗光抗老化，选择这是 K S Royal Care 皇家呵护系列的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 让你防晒隔离一次解决，抗光冻龄一瓶就能搞定。您的保养日常就交给 K S 吧好了，一定很多朋友会问说啊，这擦起来到底会不会像啊房、呃、间的这个防晒乳啊，有点黏黏的，或者是有点不舒服的感觉？放心放心，完全不会，因为这支产品哦，它擦起来的感觉哦，真的是非常的清爽，而且完全不黏腻哦，不含商料啊，所以这个儿童。 孕妇甚至全家人哦，都可以来使用，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。请到快点购下单，记得输入推荐代码八五二，将享有更多折扣哦。